怎么还在抱佛脚？笑死！等一下 ，Hello， 我打什么？晚安，聊聊天。Hello，Hello， 思源小薰说佛桃花哥包子晚兄雨萍，谢谢思源送的团子。七二 ，Hello，Hello。好一双眼人好天天久蛋阿龟 Hello， 谢谢阿龟送我金色金鱼，超可爱。卡丘 Hello， 冠杰威如 Lequa Hello， 托鲁讲 Hello， 冠杰志宏，戴眼镜的照片超好看我也不知道，我看大家好像蛮喜欢的。阿哲 ，Hello， 新野人，晚安，微如，谢谢雨萍送的枫叶，晴湖 ，Hello， 谢谢塔瓦哥送的夏日祭典扇，我也想要夏日祭典扇，我想要真的夏日祭典扇，穿那个浴衣那个。看起来很漂亮，可乐王 ，Hello， Hello， 大家非常的喜欢，谢谢阿翔度 ，Hello， 晚安。我那天已经，因为是早上考完试嘛，礼拜五的早上第一节考完，然后我就开始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就下楼就说要吃什么，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吃，后来我妈就煮了泡面给我吃，是泡面吗？对，她煮了泡面，然后。蛋花汤，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，就吃完之后，我妈就要去上班了，然后就想说躺在床上滑一下 TikTok 好了，然后我就开始滑，滑一滑，我再看一则，然后我就把手机关掉了，好，我要睡觉了，然后我就睡到下午四点多，然后下午四点之后，我妹就来我房间说，她就说我要来做指甲，我说我是不是应该拍个照发文？她说对啊，你都不发文，然后我就哦好，然后我就开始化妆。然后拍完照我就好哇，来卸妆了，好幸福的生活，我也觉得。然后你们大家都一直讲说，你不是早就开始放假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礼拜五才考完，可是我觉得我已经礼拜四礼拜三就开始放假了，没有可能大家从开始第一天就开始放了，很废，我是一个大废人。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开，因为我刚刚充电3%，现在24%，我用我的电脑充，距离比较短。怎么这么好？心态提早放假。可是我要跟你们分享，我国文考的超好，超好。国文是我唯一没有念的科目，可是它是我考最好的科目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唯一没有念就考最好。哇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也没有多好，就是班上前几名这样子，就是最高78分，然后我大概70多、70分，还不错吧？现在这个标准逐渐降低，都不要念，然后就会考很好这样子。我真的很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就是突然间，我怎么会，怎么跳过？就是莫名其妙就考得很高，请开始我的得意，真好。看来我是文科的呢，果然真的是文科。我跟大家分享，我今天因为我想要，就是因为我们家的 iPad 是 iPad 2跟 iPad mini 第一代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你知道完全没办法使用那种状况。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我想要买 iPad， 就是你知道吗？可以上课的时候做笔记。然后主要是就是我觉得设计圣诞器感觉还蛮不错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妈就说，你明天过来帮忙整理，然后我就一起赚工资什么之类的。我就好，所以我今天去帮我爸妈整理房子，然后整理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去买了，可是还没有来，因为现在全台大缺货。iPad 1连它都看不起来，我们是2，
就是你只要可以打开，可是你只要滑它就闪退闪退，就是大概完全疯狂餐厅。哎，我疯狂餐厅已经开始腻了，因为我都过不了，太难了。阿奎 ，Hello， 谢谢灰灰送主播福利 ，Hello。你要打工？没有工作，我今天又去那边，我就开始拖地，然后擦，因为之前是美发院，然后就得头发，我就 ，Oh my god， 对，就是擦一擦就嗯，嗨，是说要不要晚点买？可是 BTS 方案是我怕会来不及，就是来不及我需要使用的时期，因为其实 BTS 方案它的价格只是多了 AirPod， 我好像不太需要，因为现在是我是用那个我妹是大转手嘛，所以是用那个，这样吗？有好一点吗？就是改那个中差电信的变成学生方案，就会变成说月缴588。Hello 草莓奖，然后就是变成一台是13000左右，划算一点点。希望还可以找到来，我刚刚下单的那个 pencil。Killer Hello 田中 Hello 晚上，5G 方案吗？5G 方案没有。我原本要用5G 方案，可是5G 方案买的话是10000，然后觉得好像还好，就变成把我妹的，因为她原本是用那个5000499方案，对不起，小声一点，然后就变成一台会14000左右，比较划算一点。什么AirPod 可以拿去卖掉，补贴一点回来啊？补贴吗 ？AirPod 可是因为我看那时候应该很多就是大学生会买那个方案，所以等于说应该蛮难买的。应该啦。加速 Hello， 谢谢分享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有耳机而已，耳机。所以就是还可以用，而且我的 AirPod 没有出什么问题，除非出了一点点，今天有点比较小，真的吗？今天我刚为什么睫毛吗？时间也是，有点小来不及，因为我最近有点小赶着某些事情，所以急着也要用，对，无法避免的需要。不然要是有 BTS 方案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可是因为来不及。Hello， 乔翔，睫毛，期末考还好吗？数学不太好，历史还行，就数学不太 OK 啦，就是有点惨。我可能需要用习作加分。我等一下晚上要来写习作了，就是需要一些加分来补回来那个分数。希望可以，对，就是因为有点赶。你都等一年多了，不等嘞，不差等 BTS 一个月。历史考什么题？好奇。是有点忘记耶，就是，你们说的好像都有一点重啦。可是好像我没有时间去就是翻那个课本，而且我好像就要翻一下，就不小心差点。完蛋！后来我就是，我原本说我国文课本都放在桌上，我想说我要准备来了，然后呢，我还是复制贴上一下看一下好了。那我课本好像不太需要了。我考了什么？没有题目我忘记了。就是你们讲的，好像大部分都有中，就是那些人名。iPad。我买了天空蓝，不知道等很久。谢谢新人送的幸运视野草哦，我要转。
200，好，200。好像好差不多。对啊 ，Hello 血压君，血压，大家有去吃那个吗？我不太敢，我觉得蛮可怕的。披萨，那个血米血，香菜米血，另一个是什么东西？皮蛋，听起来蛮可怕的。因为我是一个不吃香菜的人，米血我不太喜欢。不想来吃，结果他居然热销欸，我有点什么热销吗？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皮蛋，不爱。我问我爸，我说：“欸，你想要吃吃看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啊 ，OK 啊。”可是他说：“我觉得米血不太适合放在披萨上面，因为米血本身就有一种……欸，睫毛掉了，我的睫毛，我的睫毛。”主持，对，有点太多了，我一下就饱了。好吃，爱落日一笑。你有买哦？就是台湾人蛮喜欢，就是可能哦，先出这个试一下好了这样。麦当娜说：“对啊，香菜我也不行，我是香菜拒绝者。就是我只要什么有关香菜的东西，我一定会把它挑掉。像那什么鱼翅根之类的吗？”哎，欸，不对，那是什么？羹汤里面通常都会有意大利人。你们有看到那个吗？就是 TikTok 上面有一个人，就是法国人跟意大利人，就是法国人把那意大利面折成一半丢到水里面，然后意大利人就把那个法国面折一半，那超好笑。九层塔我不行欸，可是我以前有种九层格，虽然好像不太一样，就这种。比较重口味的不行，我觉得蚵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雷点，但是我们家有时候会吃，我就好吃一下。挑很干净的，我也是，我没办法哎。威力 ，Hello， 谢谢 Happy 送我下集的扇。夏日祭典，七月了。口味意外蛮棒的，那会不会吃一片就很饱？我人生第一颗种的树就是九层葛。谢谢钢铁送的团子点数，那是什么？谢谢可以送团子，现在可以送这个，可以有什么？Hello， 小星星多放一个品贤 ，Hello， 欸，各位，我想知道我的纸笔下落，一张我知道，但是大头跟指定款的下落跑去哪了？有人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好奇，流去哪了？谢谢 Killer 送的黑色金鱼，黑色欸。你也没看到，我只看到一张而已。因为好像没有更新。我今天没有上底妆，因为不想卸妆。赖群好安静。你多了，居然吗？最抽的人蛮多的。有人拿到吗？安安旅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谁？星期六女神，这是阿尔法吗？是吗？会不会暴击？没关系。伤心欲绝，你心烦是这样吗？你是分母，分母什么意思？谢谢送团子，谢谢送海鸥，下次几点？幻影，
之笔未抽，抽熊未中，很好笑，看起来很笨。你也是新番，他现在很少来。嘘。哦，真的吗？是幻影战士。好哟，你生日哦，你今天生日哦，是吗？今天吗？7月3，真的耶，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新番叫你吗？钢铁老范的啦，分母就是没中。米卡，你有抽我、哦？真的假的？今天本来有美生日，真的、哦？你们同天生日，我觉得跟偶像同天生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你们那些假新番 ，Hello 幼音，我觉得你们那天给我就是加强一点补习，我觉得真的，怪物，自比犯人大头版本，没有中，太棒了。哎、欸，我有一张，我也忘记是哪一张了，我画的飞机那样坠机，我给你们看，就是真的那边那个飞机是我第一个画的，然后就很像坠机。大坠机，真的蛮好笑的。那跟偶像差一天呢？那就是，那你觉得幸运吗？没有人跟你同天。我是一个那个，我忘记他叫什么。谢谢小松松带我走。有人听到新番吗？玩熊，玩熊就算新番音，但有人要坠机，就真的很像坠机。我给你们看，我自己看到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好像蛮像会坠机的样子。妈有同天，真的假的？好好哦。那个啊，我忘记他叫什么了。我一开始有这种，很久以前。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中他，可是我后来没有关注他。三个字，不是，是因为他完全字上面看不到字。我想说啊，不然我瞄一下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被抓了！对对对，他是毕业了，还是他还在？啊，北川林吧。原来是四个字，我就记得她长得很漂亮，但是对她毕业，那我要给你们看最近，坠机，坠机，然后因为我已经看不出来在画什么，所以我就写了 airplane， 因为真的太像坠机了。Oh my god！ 我怎么会画成这样呢？博维 ，Hello， 阿尔法，哦，阿尔法来了，下妆了，下妆。你跟李真差一天，八一九还是817？我就第一个，我想说，飞机是这样画吗？好像不对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你很喜欢他。我那时候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她很漂亮。培瑜，夜画坠机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完蛋了，这张我要用其他地方补救，所以我每一张都画的满满的。我都没有拍下来，就是我自己画的碎片。我现在已经忘记画什么样子。86天，蛮远的。你有找在下吗？没有，我刚以为你是幻影战士，因为名字蛮像你会取的。谢谢钢铁上海哦，但会越来越差。不要尝试，尝试什么？谢谢夜空之开送的金色金鱼。你们好像要讲什么？我飞机画的最好的是那个
F 那张。谢谢叶孔斯开送你封信。三只原色，对啊，今天上的。哦，他的点阅好高哦。不是，就是名字很像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们，因为你们都会乱取名字，就蛮像的。跟正拍下来，开始可以考虑画下来。画下来如果很注意，好，我会的。我之前都有拍，可是后来都没有拍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时候开始没有拍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乱取名字，哪里像？就是他刚刚取什么安安，忘记了。前面叫什么？你看一下。哦，安安女韵。我想说，这个名字是谁呢？对，安安女韵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虾米艺术。难得开始要放假了，却一堆报告没有交。我跟你们分享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发的那张照片是我所有贴文中赞数最高的一个，希望大家都喜欢。谢谢啦，什么黑色的乱改，乱改。西恩，七月好热，七月真的很热。我今天出去一秒真的是秒飙汗。只有我而已嘛，所以大家都认出来。眼镜的关系，我觉得是哎、欸，还是有太久没发了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眼镜的关系，应该是眼镜的关系。哎，用一下这个。可以期待眼镜马尾吗？你想看吗？可能我觉得我要再等一阵再发这种东西，因为连续两篇眼镜看起来不是很好那个版面。对，我要等到七月四号过后，我才可以安心的放暑假。因为我现在要教三个东西，一个是数学习作的加分，另一个是有个叫我们英文有个作业叫 The Late。A letter of complaint 就是你要写一个抱怨信，它是一个分数，有交就有60分，还没写，可以多打。好啊，好啊。口眼要拉布条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阿尔法。先忙完报告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自主学习，就是。我原本是要考日检，然后就是看有没有过这样子。然后另一个是，然后因为现在没有那个日检的嘛，所以我的可能就会改成教说笔记这样子。好麻烦哦，想到就觉得好麻烦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做笔记啊。我那就是可能是要整理一个。因为粉丝弟弟没有，他是要写给一个人，所以他我看一下哦，所以我可能会写说就是公车时间不准这点抱怨，就是那个 app 写的时间都跟那个公车来的时间完全不一样，每天没有定时的公车来的时间都很不一样，这样就是就是 Dear Mr. Miss， 怎么？不是，你知道我常常搭公车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就是我每次搭公车，然后就现在5分钟就到，好，我就在这边等，已经10分钟了，那我再等一下好了，然后就公车我就
想说五分钟后好，然后我就这样滑一下手机，还没五分钟，然后我就张开眼睛，我就看到公车挡，我就认真吗？不是，因为重点他也没有切到那个轨道，应该他原本在这里，他原本在这是公车站路边公车站，然后这是车道，他居然开在中间这道，他这样过去了，我想说，哇哦，好哦，好哦，所以你的时间是写假的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是不行哎、欸。我用台中等公车，然后我就想说不是啊，然后我每次都在打电话吧，说我也可以来接我妈，公车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、欸，我应该说什么呢？就是我看 HK 新闻，听声又广播，然后看生肉综艺，没有啊，就是要写一个，可能整理一些单字或是文法用。做成一个表单，重点还要就是叫你拍照，说你有在自主学习的样子，很假哎、欸，那个照片真的拍下来。16嘞，我没有答过哎、欸，我确定，而且真的是你知道还会有发这种事情，公车司机的公车的那个号码写错了，可能假如说原本是一号，然后它上面显示二号，然后他就。一直都没有来，然后就开过来了，就说现在这个是一号公车，请大家上车这样子。我用这是一号吗？会被人家被载去哪里？就是他的那个平面有点问题。我想说，认真的，你家组织已经够脸盲了，你家组织脸盲，我们家的，你看他今天在这里睡觉。哦、我真的脸盲哎、欸，真的。Hello， 西西，你好久没来看我直播，超久的。虽然我直播真的没做什么事情，今天原本要跟大家聊天，但我就是要跟大家聊天。怎么都遇到这种人？我就遇到很多很神奇的事，客诉。不要啦，你不觉得因为公车司机已经很辛苦了吗？我们要体谅，而且你知道，你说这吗？我也觉得很可爱。这就是聊天，对，我今天要聊天，聊天。现在只有安安直播能跟得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小周。谢谢西西送的行李箱。对，那是头啦，台中工程嘛。对啊，其实我发现粉丝台中人很多、欸、我们台中帮，台中帮，就是我真的有时候会看到公司就会觉得好辛苦哦，但是我会觉得天天都在开车很酷。其实我的梦想，我小时候我想要去当那个服务员，就是那个收银员，就很想比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同学有在做麦当劳啦，我就会说，哎、欸，你那麦当劳会不会就是听说会在那边瞎忙，就是拿那个番茄酱一个拿出来擦。他就说，一开始就不知道要就是要做什么，大家都在忙，然后你一个人在那边很奇怪，所以就开始装忙。大家遇过，谢谢，好酷哦，谢谢西西，特效，这也太酷了吧。并不会，对啊，嗯，就很多是就是在打工的，谢谢。忙的时候感觉很，我今天去那个宝叉人真的很多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多。但我今天原本要就是要去 More Studio。然后呢，我又想要进去。他说我们现在里面场内人数是限制六个人了。然后他就态度蛮不好，我就害我一天的心情都不太 OK。啊，真是的。还好，中差电信的那个员工素质很高，我觉得态度超棒，都出来。而且今天还排队，很夸张，就是结账的时候排队。但是我
我今天买到了我要买的东西，某有一个就是它是水杨酸的身体乳，就是我想要来试试看可不可以真的可以防止痘痘继续生长。天啊，对啊，原本这时间只有我播你，没有，原本只有我录音的。今天还有那个谁，那个婷丽，嗯，一个女生，因为就是在问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学方案，结果她就一直就是说我们现在场内，然后我也没有进去场内，然后她就一直要帮我量体温，我没有进去场内，你为什么要帮我量体温？然后进去之后，她也不让，量完之后她也不让我进去。然后就是硬要量完之后说好你可以问了，然后就我妹就说我想问那个学生方案，她说学生方案那个大学生，然后我妹说我是大学生，她说你是大学生，然后我就怎样怎么了吗，然后说学生方案要去那个校园门市或什么彩虹门市巴拉巴拉，然后她就走了，我就认真吗？认真体质没调很难吧？真的吗？那你用过那个吗？宝差甄选，因为我现在是买那个，还好你是坚定在我这边，还好我不是大学生，但是我妹是。Hello 阿贤，你去 Costco， 你都念什么？我都念 Costco。因为我妹真的长得像郭东升，真的像郭东升。Hello， Marshall，Hello Marshall， 听过一次，好用吗？我念 IKEA， 听说瑞士那边也都是念 IKEA， 可是因为我认识就是那种就是在美国生活过来，IKEA 就 IKEA。Costco， 可是好像美国人念 Costco， 台湾人就念 Costco， 我都念 Costco， 但痘痘没比较少，好洗，它是身体乳哎，对啊，哎，可是我应该会九月才，因为我们学校舒服要线上，但是我。啊！可是我觉得线上就不会想要参加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线上如果你收一样的钱，我不会觉得那个效益没有到。没有，我想要你是客服，你是客服什么意思 ？Costco 不是英式，我说是美式吧？是吗？怎么了，西西？我昨晚上洗完澡的时候，我看到我莫名被谈论，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对啊，我们可以一起过暑假，暑假，对，线上会自动挂机，对我就是上线，然后就开始，好，我要来睡觉喽。我觉得 ，no， 他们舍不得我住下来，哦。怎么舍不得？我不会暂休了。我希望我，对，我不想暂休。嗯，我因为我想要参加公演。对，因为我也会很怕，假如说途中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你知道吗？可能加入了新成员之类的，然后那段期间我不在。那我就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心情，有苦说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身体乳你不试用，多少还是会觉得有点。好，我现在实测，我要开始实测一个月，看有没有减少，有效再来跟你们分享。舍不得我，星星，我要加油，我也很害怕啦。谢谢君欢送看好你们，有人上课打游戏，然后有人在讲电话。对啊，哎，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。苹果吗？有人说你们长得像吗？
坤坤 ，Hello， 代代 ，Hello， 现在写晚熊放看好你，尤其这边一堆花心。你在说你自己吗？对，我觉得战熊有非常大的危险，很可怕耶。就是假如说，今天笑笑只看我好了，然后某天我战熊了，然后笑笑就可能跑去看另一个成员，然后就发现，这成员不错耶，那我，然后突然发现安回来了，那我现在看谁直播呢？我还是去看那个成员好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不行啊，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，一点机会都不行。很像一家，对，我也觉得是可以啊。或者是像小慧，小慧现在不是忙毕测之类的吗？是毕测吗？毕展，还什么？就是反正就是毕业的东西，他就是公演没有参加。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还。这样有算有修吗 ？CGM， 妈咪有来帮我按赞耶，还有帮我按眼睛耶，因为我会帮你按赞，我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动，非常良好的互动，真的很夸张耶！这篇文章有800多个赞，我真的心情蛮好的，心情非常的不错。不算熟，因为他没有发公告啊。好多赞哦！要发。你本来就很多人承认的笑笑。思考学妹的威胁，很可怕呢。怎么了？谢谢杜武送的夏日纪念衫。周妈妈也要出道了吗？周妈妈？为什么是周妈妈？这样你会少三个。林果都说话了。林果说什么？我刚看一下。刚好像说什么爱尔法这样。哪里？并没有。哈尔法滚。不是妈咪，是 Marmink CGM 的 Marmink。差很多哦，希尔差很多哦。差大了。你知道吗 ?Marmink。他很可爱。是他，他很可爱，真的。可是我一开始以为他应该跟我差不多，觉得他20岁。听成妈咪，妈妈黑 KB， 我妈都会跟我这样说：“你看真的没？”真的，我妈都会帮我男生说：“快点，你赶快按赞，你差10个就可以破500。”我就。我没有嫌人家老，只是我觉得他长得像很，就是很童年，童颜的。天气热了，人想睡觉不想上班。我懂。塔宁跟西塔，西塔真的很可爱，他真的好可爱。这件就是一个非常的少女团体，就真的是少女团体。天黑比心难。新南是什么棉那个吗？我好像看过这名字，18，他跟我差不多啊。有没有买过扩香品？有啊，可是你看他被我放在旁边已经堆灰尘，他看起来不太妙，这颜色很恶心，有超脏的。就是你知道我不敢放那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失眠男星男，因为后来会一直去播他，所以我都把他藏起来。但是他
没有散发出来的味道，对，就是它放在旁边放蛮久的。要那个呢？那个没有。我要十八喽。我那天看着玲玲的圣诞期，我觉得非常可爱。我那天问他说，因为我可能也差不多开始要设计，然后他就说，我说哎、欸、你是用什么画的？我想说他应该是用电绘之类，因为他画的像电绘的。我说哎、欸、你用什么画？他说手跟笔。我就笑死笑死。五只小鸡我有抢到吗？没有，我不是。浩一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 ？App 上的头贴哦， oh, 我好像有他的卡。我真的认真用手跟笔，我就哦好，然后再扫描，因为我想要用 iPad 画，对，他画的好可爱哦。其实我现在有点小想法，但是我原本是想说我想要学本家的成员，就是黑白照片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算了，还是算了。我都没有遇到成员过哎、欸，哦，我一直在想，可是我现在有点脑袋每次都有一种不同的图案跑出来。我想要放上去的东西就是有应援色，然后我会想要写安安这样子英文，就是你知道横山结衣吗？横山结衣的圣诞题偷辣题，我就是成员，不是，我是说没有遇过本家的，我给你们看。偷懒题吗？要画偷懒，好考验我的画工哦，有点不妙。圣诞题，圣诞题在哪里？哦，对，圣诞纪念。你们不觉得这样的很好看吗？因为本家成员很喜欢用黑跟白。这个，然后应该就是放签名吧，就觉得蛮好看的。可是，我也想要放我自己的签名上去，可是我的签名好像不适合在上面出现。可能前面不会先加，你就会直接 join 的。看到了，看到坠机的图，开始好奇我的偷懒。我应该还是会选白色吧，因为白色会比较。可是，我原本想要选乙真这个颜色、欸，这颜色。颜色，因为我白色衣服真的很多很多，多到你知道，你看到我的衣柜，这样子是白色，然后再是什么，然后再是黑色，反正一半都是白色。刚好没白 T， 很容易泛黄，泛黄，你要穿紫色的，用灰色、啊，有人用过灰色吗？因为我怕那个摸起来会很奇怪。你想穿紫色？其实我看紫色是那个，是街女神以前有用过，穿着出去，我也是，好可爱哟、哦。看看谁来着，好可爱，太可爱了吧！我们就一直按赞。
白色你就拿去送。紫色吗？浅灰没有人用过，因为不知道材质是什么样子的。没有浅紫这种东西吧？Polyester 是什么啊 ？Poly 中文聚酯纤维，聚酯纤维的摸起来材质是什么感觉？华航制服不错哦，你说那个吗？我有看到是那个。那个跟熊妹的衣服颜色是一样的，化学。嘿，茄子有茄子，排汗衫啊！可是排汗衫的材质摸起来我不喜欢。我真的是尤阿手比忠实粉丝，也不算忠实，我是他的音乐忠实粉丝，除了纯音乐。聚酯纤维，我觉得选颜色是我一个很大的课题。你们都不想戴白色，紫色。我有看到一个紫色还不错，但是不知道实际呈现出来是什么颜色。要挑战吗？要挑战吗？有，我们刚才已经放过了新的那个三原色，我们已经放过的。好像没有。万用搭配色就是白色。灰白相间，头发其实是灰。我应该，我是属于不喜欢单色调的。粉紫没有粉紫吧？超怕弄脏哦，所以你今年太多黑色，黑色我不考虑，因为我怕热，所以不同颜色。嘟嘴，黑色是安全牌。有粉蓝色吗？你说卢卡的颜色吗？可是因为我不太想要，就是跟成员用差不多。我也是这样子想的啊，可是你们会不会穿不出门？我自己做，我自己会穿不出门的、啊，自己穿会觉得蛮怕的。颜色哦，我来上网查查看。因为我觉得紫色其实还不错，因为我没有一个是紫色的衣服。我真的没有紫色的白色衣服。有那个厂商的那个色码表，水蓝色很好看。No 橘色 No， 会让我想到那个你们一周年吗？是一周年吗？
橘色那件衣服，我妈运动会的时候抽到一件，我看着我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橘色蛮，我不行，你先来。我被呛宅了，为什么？但我好宅，为什么？皮豆米 ，Hello， 同。嗯，我也觉得。水蓝色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家厂商的。蓝色系列。这间厂商。是这间吗？我有看到类似的。青绿色，这也太难选了吧！我觉得水蓝色很好看诶，卢卡的那个是什么那个吧？卡罗莱纳蓝吧，那颜色好好看哦。可是因为他选的，我不想跟他撞色。嗯，怎么怪怪的？英文版，怪怪的，好像颜色好。一阵是水蓝色，那颜色蛮好看的，因为雨喵好像也是那个颜色。有这种，你们上网找啊，一找就找得到了。紫色吗？石楠紫。Tiffany， 阿尔法蓝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布朗先生 ，Hello。消光黑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，怎么那么难呢？好像紫色不错哎，可以考虑。因为我真的衣柜没有一件是紫色的衣服，我倒是有绿色衣服，但是没有紫色。我们那个 TV 是荧光橘吧？嗯，黑卡卡，你就买十件吗？银荷蓝，应该没有那么多颜色，挑。2000元紫，哎、欸，那紫色很好看哎，我喜欢，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。最面额最大的纸钞，下次记点听。我觉得那件很好看哎，是我那天忘记在干嘛了，忘了在睡觉吧。对，看设计真的吗？你买十件，那阿尔法就买20件。然后就我这样想那么多，然后最后白色选白色好了，我就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有非常大的几率会发生这种事。军绿色，这颜色其实还不错哎。少女色系的衣服很漂亮哦。你就等推偷拿灰，
后来会吗？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卡其色，卡其色不错看，可是我看蛮多人的。然后我看过的就跟熊的颜色一样，深麻灰。真苦恼，少女粉，你是粉粉，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只是现在用过粉色的，好像橙橙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也喜欢有种子，我喜欢很浅的紫色，水蓝色真的很漂亮，可以考虑水蓝色。我的小脑袋现在已经在想，我现在到底要选什么颜色了。你有没有换图？我一直脑袋一直有颜色出来，要不要？画图的样子出来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手下去会变什么样子。跳跳不喜欢吗？可是你还是会买吧。紫色真的蛮好看的。还是喜欢水蓝，水蓝色，计划通，然后上面是我，就我身上这一件，这件是什么颜色？它算是有点混入灰色的紫色吧，都好，对，你们都会买，我刚刚讲不太好，就是你们后面说，哦，我这次没有要买哦。这次没有要买哦，因为我现在只需要 iPad 要快点来，要快点，我真的会来不及。你说这个吗？其实我有点色盲，这到底什么颜色啊？有点粉粉，比较偏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豆沙色。水蓝色你就买包，真的吗？你说的哦。有光照看不出来，我觉得可能，实际上颜色，好吧，好吧，看不出来。脱色，泛黄，还没有泛黄。海豹一件，猴子，嗯，有点类似。对，你们要支持我。哇哦哇哦哇哦！啊，选色真的是会让我疯了，还要选什么？我就是一个非常选择障碍的一个人，就像考试的时候，我应该选这个呢，还是选那个呢？怎么办？我要选哪个？你先看一下 Pantone， 那是什么？蓝色紫色系。我也觉得，起码要穿得出去。我也想要上学时候穿，我要推销给同学。哎，要不要买一件呢？要不要买一件900？你就可以穿着跟我同款的衣服，真的很棒。我觉得差不多就是选择障碍。我要选什么呢？同学穿我的圣诞T感觉很微妙，我要叫我朋友买，
欸，快点，我们一起穿一样的衣服，快点记录我生日，我生日耶，一起穿。情绪勒索同学，快点，你赶快买，不然我们就绝交，这样吗？直接压迫，给我买哦，他还上庭，生日也都会买，但生日会就烦恼。那你只好买五件，然后用每一件都当拼贴剪下剪下，然后粘在一起，重新组一件，很复的概念，把全部都串联。我看他官网上森林绿不错欸，当班服啊，拍爱心笔给我，团购优惠哦，你可以获得跟我握手。卡罗莱纳男这很好看欸，很好看。可是我觉得今天有非常大的差异，因为它的色差一定很重，我想应该是这样子，色差感应该很大。风雪应该做毛巾，绿色先不要，那这个我也不行，因为其实我会想要主要是白色跟紫色，可是紫色我看上面都蛮深的。而且因为你想说就是深色系的，其实颜色不知道要怎么去图案，就应该因为想说好了，你们如果穿着它来看公园，然后公园场地非常的黑暗，黑暗的地方呢，你们穿上去就会看起来就一片黑，色好。你们上网打那个石男子，石男石头牛男紫色，Hello Miso， 对不对？那个水蓝色都很好看，粉红色。其实我粉红色有点怕穿不出门，我会穿不出门。噔噔噔噔，一排以后穿什么都不重要，同组不要撞就行。雪蓝可以，不觉得很好看吗？雪蓝，我觉得雪蓝不错。可是我觉得男生们你们会穿水蓝会别扭吗？基本的黑色就好，黑色太多人了，真的太多了。你在山上都懒得拿伞，洛卡那件不是浅蓝的，他那件是什么什么莱纳，卡罗莱纳，来 KTV， 喜欢看。莱纳，你做啊，闪亮或荧光系。桃红吗？桃红色，它那个设计很好看。嗯，卡罗莱纳 PMS 2925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深蓝色，就是跟那个一针一样的那颜色。嗯，因为怎么样都会出现，就会撞。来那你坐啊，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结局。Hello 小猪，
桃红色。我衣柜里面啊，唯一的一个桃红色是我当年参加璀璨之星的衣服。对。蜜桃红，也蛮粉的，很少女颜色，荧光粉，看起来蛮漂亮的。Hello 手套，谢谢付伟送的爱的小熊。我真是一个极度选择障碍，深色其实我真的不考虑。桃红设计比较重要，好吧，其实真的设计比较重要。我再想想，我再想想跨年。黑色，哦，我的脖子。因为黑色太多人了，今年的黑色真的是很多。先来问问考试手感如何呢？我以为我数学都会猜，选择题会猜大概对五题，就我只对两题。对，我已经准备好要接受重不修的来临了，我已经准备好要缴钱了。你喜欢深色，所以你不喜欢白色。居然吗？居然。粉的更白，粉的更白。粉我不考虑，我现在考虑是紫色、水蓝、白色。嗯，对，就这样。深白色，你们喜好真的很广。对，因为我跟你们说我的 TP 运动衣已经很脏了，真的蛮脏的。你的梗，什么是深白色？这是什么梗？你们上网找有一个叫石男子，石男，我刚刚讲，嗯，因为我也想要钳子啊，但是没有这种东西。我有洗，只是我吃饭的时候就一直，你知道吗？掉饭粒。深白，这什么意思？深白色二人组。哎，你不觉得很像那个吗？那颜色跟你们现在的紫色勾勾很像，不觉得吗？但其实完全没有。柏云 ，Hello， 我现在想一下，嗯，我的肩膀，不觉得吗？你手请看你上一轮浣熊的勾勾色，蛮像的。往上看，我觉得颇像的。好哦，反正圣诞期不会出一年，我明年再出别的颜色。你来深色。PMS 2，这什么是颜色？因为其实真的衣服的色号很有限。
2727。对啊，我没有半件紫色的衣服，哎有哦，一件，那个它也不算紫色吧？哦，好可爱哦！你看我的 IG 推荐我哎，猫咪哎，他一定知道我平常看很常看猫咪。对，我的页面，没有啦，我页面都是我的搜寻那边探索都是口红。嗯，我刚刚查什么？哦，紫色。我只有这件紫色，比较偏紫色。不然我的没有紫色。潘通国际色号。你不会啊，你看那个阿杰，我练习的时候超常看他穿紫色衣服。Sorry， 请问 PA 这到底是什么？怕痛。TONE。彩通，谢谢包子送一封信。当当当。哈特呢是美国的公司，它是研发颜色的，是不是研发色彩？只要做颜色相关都会买他们家的色卡。我来看看图片哦，这有点厉害。噔噔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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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它那个有颜色，2577蛮好看的。哦，它颜色好多哦。连音色也会变色，嗯，很好看。可是我们圣诞季可能没有这么多颜色，只有少数的颜色。我们没有，应该没有 Tiffany 这种东西。我来看看。
我觉得那个石男子比较像 PNS 814吧，可是我可能有点色盲。我偏向紫色，可是因为其实大家的喜好很不一定，因为我自己也是，你不来。我要去闻他一张。谢谢博文松的带我走。我也觉得，我先，你要去洗澡，拜拜。因为不管怎么讲，因为一定会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选我比较接受的颜色。对，应该也要说我做的图跟衣服的颜色搭不搭得起来。就到时候选穿，还是白色好了。应该几率很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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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又是广告，广告超多的。插座，给偷懒选，我也觉得这不错。我发现卡尼年纪很小，2004年，小我一岁。白色，你就买一件公仔做纪念。看来你真的不喜欢白色。真的不喜欢白色，你是喜欢绿色。我现在伸展我的脖子。圣诞 T 太多太多的困扰，圣诞 T 太多困扰，那怎么办？我十月的哪次信的展？因为我蛮希望是，就是大家平常有穿得出去的衣服，我真的有考虑要做像那个横山结衣那种，因为感觉真的蛮好看，而且其实如果我真的只有放下半身这边跟这边的话，别人看不出来是谁，真的会穿出去。有钱人看到也买下。现在大家就是辛苦了。望向桌边的生态厅。对。我觉得，还是要看题。谢谢谁家送的猪猪鱼。我今天真的蛮拿他的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，所以我应该会自己在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种意境图。一封信，谢谢单细胞。我也没有想放置偷懒，是想要画偷懒。我原本是想说可以
旁边放一个偷懒我自己画的，但是突然想到我自己的画工就，我还是算的。意境是谁？不是意境，是横山结衣。哦，你说意境图。好哦，小小，我就喜欢，我就喜欢。现在没有背面。剪影，剪影的意思是什么？侧面。阿杰的很好看，你说这个吗？这样。合照画的不错，合照画的不错。如果你的这句话，我就喜欢后面有加你就好了。哦，只有影子。噔噔噔，啊，是抵押吗？是抵押。建成。只有影子，做我只有影子，那不就没有颜色吗？都是黑黑的，这样。你说是偷懒也相信，你也喜欢是不是？哎，这首歌真的很棒，超棒！我来查看剪影的意思，等一下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长什么样子。哦，哦，这有点像那个吗？嘶哑队长的圣诞厅那种感觉吗？你确定他爬起来了吗？你确定吗？真可爱，好可爱，这么可爱，黑色，又倒下去了，好可爱，谢谢 Miso 送的玫瑰，他现在脸真的很可爱，可是我现在过去他就醒来了。哎，我可以用偷懒的剪影耶。因为他累了，他玩一天累了。你们给我一个很好的点子哎，你们棒，超棒的，你们超棒的，你们好棒。哎，很棒哎！
很棒，真的。你也知道，我突然有一个超大的灵感耶，突然灵感乍现。元甩泥。Hello， 这是那个吧？什么新人店长是吗？美白，好的，好的，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绷架够了。突然有大胆的想法，我突然灵光乍现，你知道吗？超有感觉的。背太熟，因为你的头贴都没有换。头贴没有换。我就发现做出来完全不一样。我等一下，我先记录一些地方。剪影，偷懒，剪影偷懒，然后。签名生日应该是这样，应援色，痴心绝对，哎呦哎呦，痴心绝对，不告诉你，我现在我不能透露任何一点商业机密。商业机密，这是商业机密。我有个超级大胆的想法，嘉阳 Hello， 陈 Hello， 我要保留一点商业机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然后就有点，我不能再讲，我要保有商业机密。你太了解我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是这样吗？那我就偏不讲，好像结束这个话题，不然我们俩就会讲出来了。你又知道还有两个月了，我们来换话题，来换什么话题呢？什么话题嘞？我还想想哦。嗯，通常，嗯哼，为什么这个不好聊？太难聊了，聊聊。大家这波疫情结束后想要做什么 ？Hello， 杨雄，你来了，然后你大家就要走了是吗？后来的饲料，哎，对，我想知道，哎，就是大家有养猫的各位，给猫咪的饲料是哪一个厂牌的？看公演踩点，我第一件事是我想要去踩点。我想要去台北，天飞雨天，我也想要工作回血，我想要跳公演，我想要去日本玩。嗯，厂牌，
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到底哪些，因为好的都很贵，没有比较吃热炒。你说那种，你说西西你要一个人吃热炒吗？臭喜烧，我想要吃大叉屋，好久没吃了。还有那个叉兰，我好想吃哦，我很久没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心心念念的叉兰，真的很久没有遇到了，我真的很想要吃，很久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了。公演完吃热炒，对啊，一叉没有。原本说八月多要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，应该延期到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十点慢聊吃的好，好啊，非常的好。我想知道大家看奥运都会看什么？我必看的是。也没有必看，我没有必看的东西，但是我一定会看的是花式溜冰。一天，他一喊至少三十人，真的、哦，西西姐，西西姐，好，猫咪饲料，十月能学，十月，我要学唱，学唱，我那个考完十二岁后第一年时，我要去考驾照。我要考驾照，你要看桌球，桌球，台湾是谁？台湾？周天成之类的吗？欸，他是奥运选手吗？我不是姐。私信你的球员。红绿灯能不能？当然啦、啊！上路界发现是我会的。棒球算台湾特产。对啊，我要去考驾照。地点是我要考驾照。周天宇不是怕周球的吧？哦，他是羽球是不是？哎，是吗？他是打什么？他是桌球吧？还是岂不是？天。哦，他是羽毛球耶，笑死，他是羽毛球。看裁判判决争议，听说昨天乱发红牌是不是？我就没有在关注运动，你知道我最熟的运动员是谁吗？就是我最知道的就是，戴资颖，还有谁啊？哦，陈诗欣，他是举重对不对？哎，他是举重吗？哦，他是跆拳道。他举重的是谁？哦，郭幸存，黄健，大谷翔平，大谷翔平是棒球吧？脾气有恐怖影响，怎么说？黄健林，喜欢看运动的吗？我喜欢看花式溜冰，还有跳水。跳水跳水就觉得很酷啊，还有那个水上芭蕾，我喜欢那种比较羽生结弦，我喜欢，我很累，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什么运动这样子，因为他应该是这样子，我那是走音了很久了。黑子哲，他是谁？汪，我知道汪杰明。黑佳佳是围棋吧？樱木花道，我不会。看名字猜运动、哦。
黑子哲，这又是谁？愤青姐妹，那又是？哦哦，影子篮球人，高中生打者相亲，哎、欸，我去买那个双响炮、欸，我今天去宝差买双响炮，我买了什么泰式虾子什么之类的，因为看起来蛮好吃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因为我很喜欢那种，你知道看到两坨面在里面，我就有点兴趣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它起来了，然后它又要躺下去了。好啦，好、哦。你都看雷跳水，谁是雷？铃木洋是谁？林子面。对啊，我只是觉得吃到比较多面，我就觉得面加面，这必备的。模特给我过来，你说主厨吗？喝药取样。铃木一郎，谁？又是谁？他谁啊？哦，旅美职棒球员。哦，我好像看过这个人。他退休了吗？全双响炮，他可以活得比很多人久，因为大家都不买。对啊，他累，他在走，他等下就要下去了。世界安打王，你知道我都我，因为我有时候会跟我爸妈一起看那个 NHK 棒球，对，因为我们家有那个日本那个机器，然后就看日本的棒球，然后就。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为什么还要跑啊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他把球打出去。”我说：“哇，为什么要跑？为什么要跑？”一两传说，一两传说，我刚刚他是什么气棒哦？就我非常的不懂棒球，为什么这要干嘛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最认的是，可能说为什么他要跑啊？他跑那里干嘛？我想说，为什么打出去要跑？就我不懂啊，你干嘛跑？我非常的想说，啊，为什么？他跑去那边要干嘛？把人家的东西打出去，他要跑，要赔钱。精准打到你的后脑勺。就我一直想说，投的人跟打的人是不是同一队？可是投的人要丢给打的人，打的人才可以打出去啊，所以他们应该同一队啊。足球为什么一颗球？因为他们在比赛啊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棒球跟足球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。足球是一个浅而易懂的东西，可是棒球很混乱，又什么三振又安打的，然后又要跑垒，还干嘛跑？对，棒球是两个人抢一堆球。你都没跑，我来念吧，蔡林国。第十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九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
第八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七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。第六名是阿明，谢谢阿明。第五名是玩熊，谢谢玩熊。第四名是 Jerry， 谢谢 Jerry。第三名是博人，谢谢博人。第二名是玻璃笑，谢谢玻璃笑。第一名是血压君，谢谢血压君，谢谢。所以我还是不知道我的指定款的跑去哪里了，是谁拿了？我也想看我画了什么。谢谢，谢谢王兄。要睡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要睡。看来要出去。好啦，过来，过来，现在看起来很笨，只好去放出来。你先过来一下，我再来拜拜，你在那等一下，等一下继续。谢谢一拳送团子，谢谢加多送团，多少不简单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因为他都不过来，我只好我过去了。再好过去了，评价目标有跟托拉打好球关系这一项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只是没有什么安排，完全没有安排。我不知道一个学测生在这边干嘛，我在做什么？我真的是一个。我爸在开门，他在开门呢。他没有让他出去，那我只好把门关起来了。哎呀，爆头呀！开这一句，我们那个机子一出好慢哦。我每周最期待的就是机子。小亮 ，Hello。你要看吗？就这是卡哇伊。好黑哦。哎，在哪里啊？哎。镜头哦，对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哎，我的膝盖，你们要看他开门吗？对，这就是托拉开门，还有窗皮，超痛的，撞桌角，然后就开门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他就会下楼。嗨，阿华。算聪明吗？我以为大家猫都会这样。偷来开门，
还去自如。对啊，所以我房间门我都不敢关，关不了门。没有，楼下我爸不对，我妈跟我妹在看电视，所以楼下有人。然后大家就开始起来，还在楼下乱。没有，我爸也睡了。对啊，会试着开的。爱的路，把一起的路。没有呼喊。他上会敲门，会咚咚咚咚咚。但我都不会关门的，因为我还要起来开门，我觉得麻烦，我觉得很麻烦，所以我就好，我不关门了，我不关了。找我妈玩了，然后我等下我妹就会先上楼，然后就剩下我妈跟拖拉一下，她就等到我妈上才她会上来。好好看哦。随时为拖拉敞开。对，没错。我觉得我们家有点搬，因为突然就是我们家有时候会有壁虎，然后突然就会看到就要去抓，然后他一个点可能就在那边出现壁虎，他就在那边抓一个礼拜，然后我就跟我爸说，哎，不然你就是做一只假壁虎，人家墙壁上他就会去抓了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可是虽然突然是动物，可是我还是舍不得骗他。怂恿白晴最后外头闭嘴。一家说那天我不在，算有这件事情，超怪的。娜娜塞，真的，Hello 旅馆。我真的要关玻璃。这怎么压不下来？家里的地位高下立判，对，我的地位比拖拉还要上去，直接下降。晚安，柠檬，谢谢送团子，晚安。你才刚来，下次早点来。还是其实我是被炒煮别人，是这样吗？没有吧。晚安，我们下礼拜见。晚安。谢谢南一发送一封信，拜拜。你才刚来，林果，林果你刚来哦。那我只好跟你说拜拜了，林果拜拜，林果拜拜，我要跟阿龟说拜拜，阿龟拜拜。各位拜拜。